大家有没有梦想过可以靠着手上的魔法牌呼风唤雨，当一个超威风的魔法师啊？我想这样子一定是超过瘾的啦。但是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魔法不魔法，还不如来玩这一款魔斗学员101，你也可以当个魔法师哦。嘿嘿，来看我的超强魔法吧。想要尝试不同风格的网络游戏吗？那现在玩家有机会咯。台湾 Tommy 和美国 King Cecil Entertainment 的公司携手合作的全新 3D 魔法网络游戏《魔斗学员101》，终于要跟玩家正式见面咯。游戏内魔幻独特的画面、可爱逗趣的角色与怪物，以及正邪两立的各国神话，全新形态的魔法战斗冒险游戏，将带给玩家不同以往的体验。游戏内的魔法学员必须达成各种不同的任务，来解开每一个阶段性的故事关卡。魔斗学员101的 PVP 玩家对战系统有别于其他线上游戏的打斗模式，主要采卡牌回合制战斗。卡牌是游戏中施展魔法的要件，贯穿游戏整体，在每一次战斗中最多可有四位魔法学员共同参与。透过彼此的共同讨论，选择适当的卡牌组合，召唤出视觉震撼的魔兽，来达到最大的攻击效果哦。